今年来四湖乡民郑中华参加国内外大型的木雕比赛，墙壁顶挂满比赛得到的奖章。今年非常的难得，勇夺第十六届儒龙全国木雕比赛第二名。啊，这届婚姻关系，跟那正，我算得这个名次啊，嘛真感谢评审委员因的哦，无拒嫌因的青睐安尼。为了要争取比赛佳绩，这件作品的雕刻有真侪部分拢真有咯，包括下大、薄下，一无小心就会失败。尤其是伫咱迄咧画啊画啊迄个所在有较油的所在，画大吼啊画啊迄个空吼咧乌的时阵，啊搁咱拍卡网的时阵，迄卡网无咱的迄个。卡邦迄个大吼，要放迄个空起来，就到尾迄个时阵，拢爱足小心，较袂去家用断去，无采咱咧做安尼。到处参加比赛，郑中华有信心再次夺奖。为着要方便主办单位长期收藏保存，雕刻的木材经过特别的挑选。因为我即届所选的木材是咱往咱金华茶落去做的，因为金华茶伊会当保存较久，啊对。一件作品诶，对收藏者还是对着咱诶作品诶嘛较古董。五十出头岁郑中华伫沿海龙川大汉，对龙川生活有真深诶感情。这件儿童放学烫车卡爱宝诶，食鸡鸭饼诶作品，再次得到评审诶肯定。足无简单，会当买到一双咱迄种旧鞋，所以足欢喜诶。哈、啊，所以较那拢唔打拢唔甘穿，啊，足珍惜，啊，所以拢会那咧，嘿，那咧放学的时阵要倒来厝的，会当会当啊拍咧，才行倒来安尼。郑中华为传统的生命雕刻转型艺术创作，除了让伊的雕刻功夫会当发挥更加大的功能，嘛，让伊行出一条艺术创作的新路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